来，周周，老师先给测量体温。还要测呀？防患于未然嘛。周周体温正常，二狗该你了。哎呀，老师，你看我这身体素质像发烧的吗？还是要注意一下的。体温正常，好汉，该你了。哎呀，老师，我肯定也没问题。好汉体温也正常啊。中午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再给你们测一遍啊。哎，这冬子老师还是负责呀，每天都给我们测体温。先吃饭吧。吃饭，吃饭。哇，闻着真香，感觉不辣呀，放点辣椒。哎呀，我也来点，我也来点。撒点油。我也来点。啊，这个后劲儿这么大呀，好辣呀！哎呀，真香。我也来点。辣。好辣。来，同学们，老师再给你们测一下体温。老师，还测呀？非常时期，非常对待嘛。错了，这是老师工作。给老师，我的。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，老师？快快快，你的体温计给我，快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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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师，你别吓我呀！这温度计都爆炸了，我不吓你。不会吧，老师？这温度计肯定是坏了。刚才还好着呢呀。二狗，你咳嗽了。哎呀！你也咳嗽了。刚才还把温度计给测爆了。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老师，我们刚刚吃的是辣酱，所以温度有点高。对，您别过来，你们体温这么高。校长，我们班有学生咳嗽了。老师，我们真的是吃出来的体温高啊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